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小周。咁啊，今日同大家嚟介绍一只都唔系好新嘅啦。其实就都出咗几耐下嘅。咁但系我系觉得系值得推荐俾大家玩嘅游戏，就系呢只 Waste Boom。咁啊，我哋而家就边玩边讲啦。咁啊，首先啦，就讲下啲车方面啦。咁其实好多都系要你去买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原本呢个 game 系一只免费 game 啦。咁啊。啲車要買呢，其實都合理嘅，即係因為佢原本隻 game 係免費，咁你喺翻啲車度收翻錢都係好正常嘅。咁就另外啦，依家我發現咗啦，原來一個組別啦，就唔知點解會有個澳門車手，定係車隊呢？即係我又上網查過啦，呢個人個名啦，但我又唔好見，即係我揾過嚟，但係都揾唔到呢個人。咁啊！但系身为我哋本地人咧，咁梗系要支持下啦。咁 就难度我哋教翻低少少啦，因为就啊，依家一边讲嘢一边玩就教95啦。因为平时我自己玩就教100啊，或者挑战嗰啲110嗰啲咁样。咁就开翻个排位赛。跑道方面啦，一啲比较出名嘅跑道啊，都系要俾钱买嘅啦。又 都系嗰句啦，因为佢原本只 game 系免费。可以一讲嘅咧就系啦，呢个 game 嘅缺点啦，咁就首先啦，依家我哋见到嘅呢个画面啦，就系佢读取游戏嘅时间系比较长嘅，呢度我觉得佢需要改善下。咁啊，虽然听闻啦听闻就好似系已经点讲咧，已经系改良过噶啦。咁但系我依然觉得都系太慢咯，因为而家呢个世代嘅游戏咧，特别系赛车 game，即系你等得耐系真系唔系咁好嘅。好，咁啊，开始我哋嘅排位赛啦。车手名咁啊，系啦。好，唔系啦，即系呢啲游戏咧，点讲咧？佢系属于一种呢、这个叫做模拟器系列嘅游戏啦，即系算系一只赛车模拟器咁嘅，咁所以啦，就对呢个技术成分系比较高嘅。咁如果你哋系对一啲真实赛车有兴趣咧？咁我就推荐大家玩呢只，因为呢一只咧可以俾你哋做一个入门。即系如果你想挑战下自己，究竟自己适唔适合玩呢啲游戏咧？自己究竟玩赛车 game 系咪真系叻咧？咁其实就可以玩呢只嚟试下。咁啊，比较正统少少嘅赛车游戏啊，即系或者可能系比较真实啊，咁大家可能。比较点讲呢？比较熟悉嘅可能就只系得呢个 GT 赛车啦吓。咁啊，但系其实就喺近几年就有好多出色嘅作品咧，其实系做得好过 GT 嘅。咁啊，不过就呢啲嘢啦，喺好多方面嚟计嘅。如果净系计车种咧，咁你 GT 就一定系最多噶啦。咁但系如果你系计翻其他真实情况啊，睇嚟呢个圈又系要改良下，呢个时间应该唔系好得，系啦，得第四，唔紧要，我哋做到个圈，个 feel 咧有啲似呢个即系平时11月喺呢个东望人跑紧嘅时候。嗰啲计时赛，嗰啲排位赛，因为留意住呢啲车手嘅时间，我觉得呢啲临场感几好啊！同埋另外就，如果净系计画质啦画质嚟讲，其实呢只都算唔错嘅，因为老实讲，佢已经出咗几年噶啦。咁喺几年前，如果有呢个画质咧，其实已经系几好啊！真系唔错啊！所以就千祈唔好谂住话弹嘅画质大佬人哋只 game 出咗几年噶啦，
咁啊，或者都可以讲一讲呢只 game 嘅一啲消息啦吓。咁啊，嚟紧佢哋应该将会系出呢个 WTCC 呢个2014版啦。咁就将会收录咗呢个上海赛车场同埋呢个澳门东望洋嘅，喺呢个2014版。咁所以咧啊。我呢輪就突然之間就突然玩翻咧，就係呢個原因啦。啊，既然有澳門咁，梗係要支持下啦。啲車自由啊，你想要邊部車，你想要玩啲咩，你就淨係買，淨係玩嗰啲。啊，我唔夠佢哋快嘅，冇所謂啦嚇，排後少少啦我哋，因為咁跑落去都唔係辦法。我情願後少少起步啦。我係後到幾多啊？係咪第十啊？頭先睇到十都唔係喎，十一添喎，幾乎爆尾。啊，果然啊，一路講自己一路玩嘅水準係真爭好遠。即係平時我打一百打一百一十，我係帶頭嗰啲嚟。睇你。睇啊，咁我同冇跑過有乜分別咧？紧要都过得过，喂，唔好顶住啊，大佬！唔呢啲 game 好容易炒车，好惊。即系我唔系惊自己炒，我惊撞到佢之后，跟住被逼要炒。同埋佢哋啲电脑有时好狗啊，又会怼你尾啊，搞到你打滑失控。又用阿管自行嘅招数，赛车场上呢啲系家常便饭啊！啊，哇哇，奔咗出去！啊，好惊！每一只弯都好惊，好惊撞到佢哋。喂，波头讲完。
極度集中的情況下終於可以過到的，都沒辦法，我始終挑戰不到我想挑戰的東西，就是一邊講嘢一邊過他們，我都做不到。那我這次就只是實況試拍啦，所以就只是做了這個8分鐘，現在就4分鐘啊。在看到條片之後，覺得太難玩又不想玩的朋友呢，其實即是你可以擔回來挑戰一下自己的嘛，即是不要一見到難玩就不玩啦，即是因為當你一做到的時候，你的成功感會很大的，他們其實 最難的地方都是一開頭塞住你的，只要他們一塞你不到，一跟你不到，就完全沒什麼威脅。把事點啦，哦，這個其實應該可以感受到個速度感，可以一試。嘩，正啊，跟住就有可以搵成條路車的這個第三新試點啦。有點危險，我要集中返啲先啦，因為後面條友已經追佢上嚟啦。啊，你睇稍微分心少少教個鏡頭嘅，即刻追得幾條，同埋就真係唔好睇佢得兩條賽道啊，你淨係粗數呢兩條都夠啦。即係佢而家呢度我跑緊嘅呢一條係佢自己隻 game 自己自創嘅賽道嚟嘅。啊，真實就冇嘅。好，咁啊，完成比賽之後，佢頭先上面有顯示啊，佢會幫你自動保存你嘅錄影。咁啊，現場啊，俾翻排名你睇啦，都係贏少少嘅。冇辦法，始終我係第11名起步啊，係啦。好，咁就都講講其他模式啦吓，咁就呢個係多人啦，即係 online 啦。咁啊，呢個 competition 啊，係咪咁讀應該？咁就係類似呢個 GT6 嘅精選活動啦。咁就多數大部分 BTM 啊，即係總之上面呢啲啊，或者下面兩個呢啲啊，咁都係會係要你俾咗錢先有得玩嘅。咁啊，中間呢度呢幾個就可以免費玩啦。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我頻道呢，咁上次我就拍過呢部 4GT1 啊，即係上次呢個333我係好求其咁跑出嚟嘅，大家睇條片其實應該睇得出，咁稍微認真少少應該可以快多幾多呢？我依家幾多啊？30。如無意外，我冇記錯應該係快到兩三秒嘅，即係應該200內都仲得。係啦，上海嘅呢個 WTCC 2014呢都已經開放咗出嚟俾人哋挑戰㗎啦，即係啲車呀同埋跑道都可以買。咁佢呢一期如果出咗上海呢，咁如無意外下一期就應該有澳門㗎啦。咁所以都我幾期待嘅。我 get real， 今次介紹呢個 game 介紹喺呢度先啦。大家有興趣嘅記得首先下載呢個 Steam， 跟住申請帳號，然之後就